大家好，今天我们鸡蛋搭配大米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大米倒碗中，用清水浸泡一下，蒜苔切成小丁，香肠切成小丁，胡萝卜切成小丁，浸泡大米的水倒掉，然后重新倒清水，清洗一遍，把水倒掉，放入清水，起锅烧油，放入准备好的配菜翻炒，加点生抽、食盐，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关火待用，碗中倒两个鸡蛋搅散待用。搭配在倒电饭煲中，然后倒大米，用铲子摊平整，然后倒鸡蛋液，按煮饭键煮时一分钟即可，时间到取出来装碗中。扣上一个盘子，反过来撒点葱花，美味的蒜苔香肠鸡蛋大米饭就做好了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关注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